下边说，胡适出于《资治通鉴》引义，诗文歌本怪异，刊证为广注，97卷，注论10卷，舆论史前书，复购他本为之注，是以考异及所著者散入各文之下。此本自序言，保佑宾臣是四立诗书，不言用何本，复购他本注之，以不言何本，就是买的什么其他的本子也没有说明。他本二字，自序外一见卷32至24页注，官塘集林为记行文书本，欲按胡适意不臣远，故以他字外之。啊，理记可信。注中称书本者最多，凡27件。下面有一个统计，啊，直记进修堂，费事的进修堂本，称行本者1件。直记元佑元年杭州的楼板本，这是比最早的应该是哈。余则无可争者，仅所见宋科，或参或弯或万至7、8种，校勘之清，今未有一本与注文吻合者，久不知胡适所著是专著何本，又有著名传写本者犯其见，啊，则更无从取证，颇疑胡适错失各残本汇集成部而著之，功早过便。苦学如此，潜修在望，不禁奋起。胡适著此书，谨言至极，至严氏通鉴部有深知理意，不改原文，每每将错就错，误人不浅之机。欲通全书合之，不但著所译正文于注中，即寻常拓文，一步填补，入卷145，目高祖皇帝下，注云：此卷吾皇帝下何有一字，又笔画为异，一笔较出。入卷4至22页，正文画一五彩，注云：画古画字通，有两字颠倒。可随笔移转，移转就是呼译，移转呢又称为移正，就是要位置要换一下啊。以笔加注哈，然后又举个例子，入卷145至22页正文，朝魏注云，魏字当在朝字之上，就是魏朝啊，使得全书之注文悉遵所用旧本。可以类推，可以类推啊，为书有首注、夹注所在，可自审定。乃卷15至16页正文，啊，以相世祖思养前，胡适于前下注，当从汉书以思养前书下句，以思养前断句的下句，卷186至27页正文。熊儿山南句要道，胡适入山于山下注云：熊儿山在雄州南。由于道下注云南字当属上句，未免多费笔墨。就在张友看来，这个"行入山南"这样断，或者是"熊儿山断开南句"，怎么着，意思没有多大的区别啊，反而注的可能是太细致。至卷200至30页正文，不敢复出复信，注复复又翻，翻就是番茄注音，啊，大家知道是吧？番茄注音第一个字的声母和第二个字的韵母拼起来就是这个字的读音，古代的一种注音的方式，番茄注音，啊，四字与复字下，则一出写可之物也。胡适注本与行文书刊王国维《官塘集林》考之甚详。下边是王攀
所许之本必系无主本，即管汤定为护士所运他本者，各汤母均为之见，就是汤书那些目录啊，目录学的一些东西，这些著作没有见到。读护士自序有云：前主之师无知之，无主之师无不能知。又云：古人著书文约而易现，今主播则播矣，凡之与约尤未能也。啊，我讲到这一点，我昨天备课的时候还有点感慨。我们现在这些当下写这个学术论文啊，有的就写的太啰嗦啊，反而没有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尤其是八十年代那种简约的风格。今天给大家要印一个教材，就是《通鉴新论》，陈光冲先生写的《通鉴新论》啊，下一次上课的时候大家会读到。然后我希望大家能体会体会陈光冲先生那种追求语言的简洁明了的那种写作风格。啊，我们现在有些文章写得过于臃肿，是主本为每件守定，轻容且云：定住今在家，若无可依者，今简卷258-21页盈余照称下注，先引史记注，又引九余志下云：余案宋白，即以赵称为早父所封之地，此又因实际注，何所折种哉？余案云云：颇似教书者，博主问于其，此可以者一。啊，卷142页八姓下注，即空当作西，今据魏书官师制，自有寂性，寂静之境。是经四自博前说未定一事，此可一者二。下面又卷193-11页注云：一本此下有考一，啊，按文公通鉴与考一各自为书，伪文有考一散入正文之本，忽视著著本当以通知。此注云云：似教科时另见忽视他稿有考定处，乃假次一语，此可一者三。有此数疑，是定注之说，此数难信。至卷131-6页，请征下注云：请下当有征字，今胡克家翻刻原本有征字，是原刻底本，未必从原稿出，有未明正也。啊，就是说我们系统的读了读这个张玉的这个教诵记的这个书略啊，它里边，啊，提供的信息还是非常丰富的，非常丰富，又介绍了他这个教诵的这个从事这个工作的过程，用了哪些本子啊，还有他的一些学术观点，包括他的一些对这个从事这个工作的一些认识啊，一些感慨。这个教诵记里边，啊，牵扯到古代的那个一些古籍的课本啊，一些专门的知识啊，我编了一个小的讲义，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哈，叫古籍版本的分类。这里边，啊，有一个经典著作，就是毛春香先生的《古书版本长谈》，现在能买到的是一个大32开的，加了很多书影的一个本子。毛春香先生生前长期供职于浙江省图书馆，这本书命名为《长谈》的这本书是高水平的学术著作。我们老一代的学者都很谦虚，用词很谦虚，长谈、浅谈、论草、论稿，我们现在人不太谦虚，上来就是研究。这个我希望同学们认真地阅读一下毛春香先生的《古书版本长谈》。我注意到目前出了一个毛春香文集，去年出的，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的，啊，我准备买上一套，有条件的同学也可以考虑买一套，啊，但是你即使再没有条件，我还是希望同学们能买一套毛春香先生的《古书版本长谈》，买一本，啊，买一本，看看旧书上网上能不能买到。啊，古代的这个课本的分类啊，从时间上这个区分的话，你看有这个宋、唐、宋、元、明、清、民国课本，啊，现在唐代课本基本上没有了。
是吧？这个佛教的一些经卷，我们看到还《金刚经》卷，大概公元800多年有一个，是吧？目前宋元本也很少。按书籍的流通的情况，有所谓的通行本、旧科本、残本、善本、孤本等。啊，我们现在图书馆各个大学或者是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藏的古籍，它一般编一个目录，在目录里边啊有一个善本书的目录，啊，就是好的本子。啊，善本书，你像这个宋元啊，这个的本子肯定要入列。然后有些明清时期一些刻的比较好的本子也会被列在里边。各个学校编的时候啊，可能有它的标准。这个有的要求的严一点，有的要求的稍微松一点啊。我们山东大学就编一个，就编有这个山东大学藏的这个古籍善本书的书目。按地域的不同啊，有浙本，就是浙江地区书本。啊，民本，这个福建地区的课本，以这个当时建宁府的建安、建阳，建宁府好像是现在的福建的南平吧，啊，建宁、建阳两县，当时、啊、有一个科属中心啊，又称为建本，啊，或者你看到建本的时候啊，你就想到这是在福建科的啊，书本在四川，具体呢又分为这个，再具体一下，你比如在杭州科的，在越州科的。啊，的婺州科的、衢州、潭州、啊赣州、池州，还有建阳麻沙本。按书籍刻印的主体呢，分为官刻本，就是由政府机构来刻的；方刻本一般就是书商啊，也可以列为私刻；家刻本有的是家的啊，有些古代的人啊，这个有些家子比较殷富的人啊，他也会刻一些本子。官刻本因说刻单位的不同啊，有这个分监本啊，主要指国子监本、书院本、经常本啊、藩府本等等。如宋代有崇文院本、秘书监本啊、秘书监、国子监啊、察言寺本、安抚使本、转运使本、曹院本、公事库本啊、军宅本、太医局本等。家刻本主要是指私人刻书。刻板形体上来区分呢，有说是大字本、小字本、书帕本，啊，书帕很小，黑口就是板心上边啊是黑口、白口，啊，还有什么板心啊，还有鱼纹，啊，是花鱼纹、对鱼纹，啊，还是其他的形式，啊，背口就是黑口这个地方它没有墨色，印不出来，还有什么十行本、八行本，我介绍过啊，就主要是指这个页。一页多少行啊？八行本，影刻本又叫影刊啊，就是先用方法照着原书影印，然后再摆上雕。我们现在随着技术的进步，这个变得非常简单了啊。古籍的保护，包括古籍的这个保护整理，现在变得非常快捷。还有金像本，因印刷技术的不同啊，有墨印本，黑的；朱印本，红的；啊，蓝印本也有蓝的；套印本也是基本上指好几种颜色。这个技术上要求就比较高啊，有好几种颜色。因这个刻板的早晚，有初刻本，第一次刻，你像《资治通鉴》这个杭州的这个楼版，应该是从我们读这个原始文献来看，应该是最早的啊。复刻本、影印本，还有后印本、重修本，还有地修本啊，不停的修啊，当然也可以有百纳本。百纳本大概来自佛教的那个袈裟吧，一幅一片片的都补起来啊，补起来吧，就是这个书在整理的过程中用了很多的书，从很多的书上把它补起来的啊。最后还是要强调一下，读一读毛春祥先生的《姑苏版本长谈》，他那个大概70-80年代出了一个本子，一个小册子，我读过，那个是肯定读不到了。后来以后，他的学生重新整理了，查了很多书影的那个本子，我买了一本。但是这几年我发现我找不着了，我想我可能不知道借给谁了，这个借书不还总不是一个好习惯啊。以后同学们从老师那里借了书，用完了及时还啊。读读这个毛春祥先生的《古书版本长谈》啊，看看那些图，你都明白了，啊，什么叫板心，啊，什么叫鱼纹，什么叫黑口，什么大黑口、小黑口，啊，天头、地角、边框，啊。好，我们就讲到这。重要的是大家去读啊，毛春祥先生的《古书版本长谈》。接下来我领读一下这个
胡三省啊组织的通简的时候的序啊，同学们翻开这个讲义第27页，胡三省，这是胡三省写的哈，行注资治通鉴序说，古者国格优时，以纪念俗世，晋盛出讨吴，虽不可复。我来领读一下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啊，说他写的序叫行注资治通鉴序，他说古者国格优时，以纪念俗世，晋盛出讨吴，虽不可复见。春秋经圣人比削，周折季东，242年是朝入日兴。那个晋盛呢，晋国的史书啊，春秋是晋国的史书叫盛啊，不能读成啊，后来要通成一般的史书啊，就称这个诗盛或者是野盛。出讨吴，讨吴啊，当时出国的史书啊叫讨吴。下边是春秋，春秋经啊，鲁国的史书当时叫春秋。春秋呢，下边是胡三省说的，说周折季东，东周开始啊，242年是朝入日兴，这就是指的春秋编年体史书记载的时间段。春秋记得从鲁殷公到鲁衰公12代君主，一共242年的历史，这是我国第一部的断代的编年体史书啊。你比如说以后大家问你资治通鉴编年体史书，你要说是资治通鉴是第一部编年体史书，这是不完整的啊。资治通鉴啊，它是一部，它要不能说是第一部编年体的通史，它就是部头非常大啊，1362年这么通史啊。